大家好呀，我是 BJ48 的十二期生李新乐，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年度青春盛典，带着满怀的期待和满腔的热血。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与大家认识的时间很短暂，又或许大家对我的了解也并不多，不过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会用自己的行动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期望与认可。我并不是一个面对挫折就轻言放弃的人，我更明白作为小偶像的责任和义务，我会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努力奋斗，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。我发自内心的感谢每一位支持我的人和每一件让我进步的事，我一定不会辜负每一份热情。盈盈之光终将会汇成璀璨星河。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我今年的目标是年度最佳新人奖，我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，被需要，被喜欢。那么守护者们可以跟魔法少女一起启程，去探索新的路程吗？青春十载星光闪耀，2023 SNH48 Group 年度青春盛典闪耀开启。我是 BJ48 的李新乐，我的星光是年度最佳新人奖。8月5日，期待与你共赴青春之约。